那就不要了。弟弟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。好，还有一个，那我知道。那你要汇钱是不是？对，那没关系。你要汇给谁？那我知道，就不汇了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汇多少钱？五十，你要汇五十几万。五十几万，真的有问题。因为警察刚才来这边，因为这小姐也是被骗。有两位是不是？对，刚好我帮他查，我觉得他被骗，因为他汇欧元到印尼。这是印尼啊。你要汇到印尼，你们怎么认识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这边要，我们要做记录，对，要，因为我们要去，用对方的账号，因为可能，不止你而已，好吗？因为有时候我们要，我们会考量到可能会有下一位。对，不用那么多了，我也是在，我自己也有警觉到。你怎么会想汇钱？没有啦，真的啦，有时候想想。因为大姐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我们真的遇到很多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，其实我们就是要来帮助你而已。因为我对，因为这个，我也对，因为这个都是辛苦钱啊。你，那他怎么跟你说？怎么跟你说就要跟你汇三十万？妈妈要用啊。这个很惨啊！身边要用，会给他老板真心话。对啊，妈妈身边要用，会给他老板一块钱。对。这是我们台湾的吗？对啊，这是台湾的。台湾的账号啊。是啊。如果他人在香港，他应该是要汇香港账号，不是汇台湾账号。没有账号。对啊。而且那是汇台湾账号老板。对。小姐要先跟我们回去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已经确定跟警察。那大姐你也跟我们回去一趟好不好？那个我们南崁派出所，我们要给你简单做个笔录，不会很久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哎呀，我们不要怕麻烦，怕是这些辛苦钱被骗去，这个才是最麻烦。上礼拜又有个阿姨。25日上午9点多，中国信托南崁分行疑似有两件遭诈骗的个案，机灵的行员察觉有异，随即通报警方到场了解。本所员警细心的对二人劝说及查证，及时守住二位女子的积蓄。芦竹分局呼吁民众若遇网络交友要求汇款，切记要小心查证，可拨打165专线或是请警方到场协助了解，以避免落入诈骗陷阱。